盘点家长辅导作业的崩溃瞬间。春天来了，什么玩意儿绿了？春天来了，爸爸绿了。那春天来了，爸爸怎么绿了呢？他跟天气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春天来了，不应该小草绿了吗？那爸爸还有绿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不知道你爸小草绿，你问你爸。你这咸菜，妈妈身高160什么？毫米。毫米。什么大什么粗，财大气粗，五大三粗不行吗？儿子，你写的这是什么？来来，你念一下什么？你张开嘴说一遍，来什么？我大便粗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还好意思笑？我叫了，给校长、孔雀舞、爷爷师连成一句话。校长爷爷给我跳了这孔雀舞。你脸怎么那么大呢？我爷爷给校长跳了这孔雀舞。爷爷怎么不揍你呢？校长给爷爷我跳了这孔雀舞。哎呦我的妈！回乡偶书贺知章，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感鬓毛衰，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埋在地下500年的酒拿出来以后叫什么？我那个乖乖呀，那是不是把鸡埋在地下叫鸡精？把土豆埋在地下叫土精？那把你埋在地下挖出来叫什么精？白骨精。给我老师布置这作文，他这样给我写，你说我不生气啊？写什么？我亮给你听什么？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毛毛，让我为你写毛毛。我的爸爸身上也有很多毛，让我写给你知道。你写这个什么狗屁不通，牛头不对马嘴。不会啊，我觉得挺通顺的。通顺，人家老师布置的是这个爸爸的手，他给我写这个爸爸的毛。你别不今天不打死你，不要给我跑，你别不跑死。陈队长，俺叫一。我妈妈像一个暴躁的老虎，有这么形容你妈的吗？别笑，我有这么暴躁吗？实话实说。你就不能说我妈妈像一个公主，温柔大方漂亮？我老是有造句，没有造谣。哎呦我的妈！一什么风？一股风。啊？一股风？啊，对啊，一股风。一股风，你哪来的一股风啊？东北来的。哎呦我的妈！东北来的。14个小朋友玩捉迷藏，已经找到了6个。问你还有几个小朋友没被找到？14减6等于7啊！你这是咋算的呀？不得有一个找的吗？都藏起来了，谁找呀？我多少遍了，你怎么干呀？眼睛看我，眼看不见。你哪来？陈武京啊！那么三遍不会，5遍不会，8遍还不会啊？会那么就可以编了。一根18米长的竹竿用去了一半，问还剩多少米？写个18米，咋想的啊？一根竹竿用去了一半，还剩18米，有问题吗？有人。